像他这首歌，他选择他的必要的所谓技巧问题。演员的角度来讲，你歌算是唱的 OK 的。于天大哥才60分呢，还不及格嘞。他气到哦，我们现在只要看他来，赶快把他考了 OK 机收起。陈思安，陈思安，这个歌的难度长在哪里？难度在技巧的部分来讲，他的声音啊，气息要足够。我气息这是一个，再来就是他的真假音的转换。哎呦，在技巧部分这两个难度很重要。来，第一位偶像剧男神挑战歌曲《天后》。上心头，表达我所有感受。寂寞渐浓，沉默留在无知角落。你说的太少或太多，都会让人更惶恐。谁任由谁放纵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总是我。叫顺口，在你冷酷的琴键游走，被侵占所有，还要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不同，像个人气高居低不下的天空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，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，成全了你观众宠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我们都有错。好了，目前已经唱了半首了，唱有98.44，应该给于大哥看一下。推开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失手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。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是笑中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不同，像个人气高居低不下的天空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，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，成全了你观众宠爱的天空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为我们都有错，有好啊，很高分哦。好，只剩下1%哦，加油！撑住啊，为了你的宣传，加油！如果有一天。Oh
心中，将不再被歌颂。把你当作天空，不会再是我。谢谢。成绩计算中，我90分以上才可以打歌哦，不会低。来喽，哇，99.16，老师，老师你怎么看？基本上你音要准哦，像他这首歌，他选择降 key。他就必要的所谓技巧问题哦，难怪真假音的转换到了，抓到了假音很难在音准上找到位置啊。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，这个走音出不来，抓到了，走音，假音走音。我们也在抓，我们也在抓，咬舌头了。我们在报仇。OK， 我们是说在技巧上，他选择降 key 的时候，他用真音去唱出来的时候，所以他的频率哦，他抓到了以后，他的音准就没有太大问题哦。可是假音他比较虚哦，有时候他。气息比较不够的时候，但是唱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假音 pitch 就跑掉。这个算过关，我们就不露脸了。讲真相，那他会翻脸哎。请升挡板，到底是谁？谁？哦，耀伦呐，哎，耀伦不是演耀伦，耀伦，对对对，我之前是拍戏奇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演员的角度来讲，你歌算是唱的 OK 的，哎，厉害，都99.06了，很稳呐。对啊，于天大哥才60分呢，还不及格嘞，好气哦，气到现在都还不来上我们节目，他气到哦，我们现在只要看他来，赶快把那卡拉 OK 机收起来，一定要就对了，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啊，来，可以打歌介绍你的，可以宣传一下。我去年推出了我第一张EP叫《天使受了伤》，那今年推出了这一首叫《Marry Me》哦，玛丽我，收录在我们的《奇迹》那个网络剧的插曲，网络剧，对对对，带来一点点他的新歌《Marry Me》。这样可不可以？我爱你，请相信，只要能把你抱在怀里，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，你是我唯一的唯一，都是你 my baby， 只要你还靠在我怀里。不是说好今天懂你，说好一辈子在一起，这是最美的印记，想一辈子把你捧手心。宝贝你快说，快说你爱我，我想一辈子跟你走，相信我不会放手，只要一辈子和你一起。宝贝你快说，快说你爱我，说谢谢大家，好的，再次谢谢我们的耀伦，哎，对对对，希望大家记得他的名字啊，也记得他的歌曲《Marry Me》，还有他演过的戏，再次感谢，谢谢。